所在的地方是南温泉。男宾三位，取下手牌。热水。节目组人性化。在古代，人们常常将温泉水视为一种神奇的药物。啊！你是要试试吗？你来呀，你来呀！好奇怪。《黄帝内经》里更是将温泉视为一种自然疗法，强调其与人体经络、气血的密切联系。哎呦，这么舒服呢！到了现代，科学研究表明，泡温泉在改善血液循环、促进新陈代谢、缓解疲劳等方面具有显著的效果。今天大家就尽情的享受温泉吧。尽情的泡吧，麻烦一人给发个走巾，我帮你。没有任务吗？接下来我们要挑战的任务是浪里小白桶，每个组别只用弹力绳将一个大的和三个小的桶从起点运送至终点。啊，撑开，然后给它夹紧。哎呦，就是要把四个桶叠加起来。叠积起来，那怎么可能啊？不太可能完成嘛。在这项任务中，每一组完成任务用时少于3分30秒的话，就可以减少40个火罐，否则就视为失败。谁在下面扶那个桶呢？没有人。有人。有人。凯哥。见笑了。凯哥因为腰不舒服，所以你负责归位道具以及指挥。我觉得他们四个体重差不多，他们四个一组。对，我们四个。你有176，160，那咱俩一样。我俩150，我130。你才130，不可能。真的130？不可能，那你得多囊。不要是如此的欺骗自己，我怎么变成这个体重组的了？不至于吧？来吧，第一组第一次挑战。来来来。用力用力用力！不行不行，雨欣雨欣，那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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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不会断吧？下下下，啊，哥，好，走，爬起来！爬！喂！等会儿，等会儿，先放到平面上，先放到平面。先放好位置，往那边点，你先放。你先放，放了以后再松，放了以后再松，先放，先放。你先把它放下去。先放。我下不去啊！松松，这边松一点，这边松。3、2、1，走。那太高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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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一点，低一点。低一点。再深，往上。OK。哇！哇！哎，你们别夹着这凯哥脑袋，那一着急把他脑袋给夹上了，你知道吗？夹过一个人来，我老怕他们弹着我。哎，小心一下，别，等等。稳住。放，对。不是，稳住，还是得低一点。范成，你太低了。白鹿，你得拉，对，往下。飞扬，你往后点。不行，重新加。这个要折。那边要起来。你不能这么低。你回去点，回去点，往后退点，志远。不是很合适，但我好像看到了在遛狗的场面。这是个看谁脖子硬的游戏。
来，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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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儿，等会儿，冷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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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儿，往后退，这样往后退，你俩你俩都整体往后退的，圈圈圈，好，露露你得拉，就你拉你拉，哎哎，拉拉拉再拉，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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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开往上，往拉开往上走。拉开，拉开，别走！哎哎哎哎！下下下！好嘞，稳着就好。抬高，抬高，抬高！等一下，等一下。视野往你这边，换成了吗？换成了吗？慢一点啊！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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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就差一点。雨欣，雨欣，哎，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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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低一点，低一点，再低，再低，再低，稳住，稳住，稳住！啊啊啊啊啊啊、恭喜，你们刚才用时2分40秒，恭喜！接下来轮到我们第二组成员出战，咱挑战一下，不挑战？我觉得挑战不了。别挑战，别挑战，别挑战，咋了？你想挑战一把？我不是，我想挑战，我是觉得他们青年组完事了，咱们少年组上的时候，少年组对，必须要打压他们一下子。当然，要不给他们做一示范吗？难道不是？咱这对角啊，得一样的劲儿。对，你是不是喧乎点，山哥？你，我告诉你，山哥身上全是矿，那不行，那咱俩对不了了。那你跟晨哥，你俩那啥，行，他俩力量行，你俩对角，你俩对角，我俩对角，这样匀称，可以，可以吗？可以。那我们来吧，走吧。凯哥，你稍后注意复位道具和摆放啊。好，刚刚表现不错。谢谢啊。来，咱先试一下，来。别，不用那么大，不用那么大，不用那么大。这劲儿太大了都，那手抓我，走走走走，你瞅着点啊，走，试一下吧，试一下。我跟你说，这把蛇就蛇你身上了，不可能，不能吧？来吧 ，OK OK， 好，来吧，下下下下，走走，哎呀妈呀妈呀，啊！哎呀妈呀！走来，走来，来，往这边，往这边，往这边，往往我这边，往前，往前，好，别动，别动，等会儿，再往最前点，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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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点，慢点，慢点，慢点，等会儿，稳稳的，稳稳的，先放，先放，等会儿，好，往上，往上，哎，你这边一哥，一哥，你这边往上，走，走，哇塞，走。什么动静？狗刨式！果然爬着比走着快呀、啊！哎，慢点，慢点，慢！太多了，太多了，太多了！快点，快点，脚回来点！好好好，走，紧紧，走，走！哎，哎，再来，再来！还是你多，小龙，太多了，太多了，比晨太多了，老沙，老沙，用力，老沙，用力！哎，好，走你，夹住，夹住，走你，哎，好嘞，哎，别着急，别着急，慢一点，慢一点，慢慢慢慢上，抬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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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儿，等会儿，晨哥，晨哥往这边点，晨哥，晨哥你过来点，你还得过来点，你人得过来点，小山啊，小山啊，你俩得再往后，我俩没法再往后了，我俩都快跑了。你俩前面那个字太多了，变丑了。
吵了，快点回来。这个画面，蒋龙，蒋龙来点，蒋龙来点，山哥再来点，好，走你，哎，好，哎，对，先让他自己落上面，哎，对，往这就拉，山哥，他再让你往后，你就跳下去，哎呦我去，走。慢，陈哥，你人得过来点，你得过来点，陈哥，慢，你往那边走，不，你得过来，你得过来，我来，我慢慢来，别着急，你们往后退，你人得过来，站起来，得站起来了，得站起来了，你去哪儿？你下来干嘛？我身子坐下来了。这太有劲了，回来！秋晨，好，下次就收。别用力，要掉了，别用力。我去。哎，等会儿，陈哥，你别过来，我们这边能行。等会儿啊，往下，让他先稳一稳。你俩往后拽，先放好。哎，要掉。好，好危险。像他们俩在牵着他们俩一样。小龙拉了，好，咱俩自己让他俩找位置，咱俩先趴着来。哥，你陈哥，你过来，过来，别，咱俩得起来，山哥，你得站起来，你必须得站起来了。稳住，你俩控制一下位置，小龙你往前带一带，先别松，别往你们俩那个方向走。怎么你们那儿搁浅了？好的，闪着他！咱先调整好位置，再站起来。对吧？对，咱上来就那么着急，那不行。最好箍在上面。龙子，你刚才你不能太往前啊！你刚太往前，每次都是往你那边偏。哥，你这边也稍微给点劲儿，你也别给他划水。哪次不给劲儿啊？这起内讧是吧？第二次挑战，请准备。要有斗志。少年强则国强，看看我们的风范，死得漂亮点好不好？破个记录，这给不给劲儿？就说这给不给劲儿？
OK。深度好睡眠，为奔跑加速，喜临门床垫提醒您下节更精彩。本节目由安慕希独家冠名，一口安慕希，超多超活益生菌。本节目由大家都爱吃的米多奇烤箱馍片赞助播出。奔跑不怕痒，擦一下。本节目由999皮炎平赞助播出。乌苏啤酒就是硬核。本节目由乌苏啤酒赞助播出。上 Z 世界奔跑吧部落，参加神秘派对，赢成员上身款服装等神秘大礼。陈晓、陈意涵主演的《火柴小姐和美味先生》，Z 世界火热独播中，开启美食的穿梭之旅。好，到沸点了。李晨状态不太好啊。他拿了什么？是安慕希益生菌酸奶。美宝添加了10亿 LGG 活性益生菌。李晨好像恢复了活力，战斗力爆表。太强了，绝杀，冲向巴黎，冲向太空。好喝更有意，一起安慕希。这给不给劲，这给不给劲，就说这给不给劲。OK，OK，OK，、OK OK、回，慢点，慢点，慢，别着急，别着急，慢，对，稳稳当当的，慢点，慢点，慢，别着急，别着急，慢，稳稳当当的，对，对，稳稳当当的，反而能行，对吧？好，好，往这边点，往这边点，往你那边点，往你那边点。稳稳当当，稳稳当当。好齐呀！往这边，老沙用劲儿，下，走，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好，可以，可以，可以。稳一点，稳一点，稳一点，找好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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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这边，走，往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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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别动，别动，先别动。川哥，你过来。川哥，有点远。不远，春哥也不远，你往后走。好，好，好，走，走，我拉了啊，一起使劲。这第三个就得站起来了。不用，不用，不用，你到那儿，到那边再站。我知道。来来，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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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着急。好好好，收收收，好好收收收收。站起来了，到那儿，到那儿。慢一点啊，慢一点，慢一点，慢点，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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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俩往那边。小哥，小哥，小哥，你俩往那边。小哥，小哥，小哥。那二位。啊！稳住，稳住。龙哥，你往右，哎呦妈！得往右点儿。你往前趴，对对对，晨哥往这边走点，你俩往右点，对，然后完了咱们还是趴下，哎，别别放走了，放走了，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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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了，拉了，哎，又过去了，哎呀妈呀，哎呀妈呀，啊，哎呀妈呀，半个桶在外面呢，我们这叫比萨斜塔。老沙使劲，好，收，走，别使劲，别使劲，哎，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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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蹲，车哥，车哥，车哥过来，来，来，慢点，慢点，慢点，哎，绳绳绳，不是，你得往前点，你往那边走一点。好好好，别了别了，不是不是，陈哥再往前点，我往了，我往前了，往回往，你俩往后，那你先低点，先低点，你俩往后，你俩，好的，站起来，你俩往后，你俩往后站起来，往后站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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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起来。
我站起来！啊！像一个炸弹要爆炸了一样。偏了偏了，李晨晨多了多了，好，好，好，可以放了，可以放了，可以放了。啊！晨哥对，晨哥对，行不行不行？他叫乘风破浪的哥哥，厉害厉害！啊啊！动时5分40秒，挑战失败。啊！你们至少有了一个成绩，恭喜！听着没有，多恶心！你们至少有一个成绩，不像第一回连成绩都没有。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最终的拔火罐了，好耶！请各位去洗漱一下，我们即将前往健康养生行程的最后一项。啊！哇！怎么回事啊？一大早的。哎，这够够长吗？这么刺激的呀！直接给你崩到那个奔跑吧里面去。你们这边像是一个比腿戏的比赛。哦，刚才忘介绍了啊，筷子兄弟。欢迎大家来到兰州市全民健身中心。刚才我们各位都在附近的公园兜了一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你们去的公园的风景怎么样？很好，我们那个是在黄河边吧？对，好多人。其实兰州的环境和之前相比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早年间，兰州就被称为卫星上都看不到的全国污染重点城市。到现在一抬头就能看到天空中的兰州蓝。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兰州人他们是背着冰块上山去种树，绿化荒山，然后到现在打造出了全国最长的沿黄河的绿化带，就是包括各位去的两个公园在内，一共有16个这样的公园，真的是让我们的母亲河成为了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接下来每一趴都会有我们来自各行各业的市民朋友跟你们合作，关于怎么选择的提示会给胜队，晨儿哥的完成的用时更短，所以我们恭喜绿队获得了第一趴的胜利，可以获得一个重要的提示，就这是我们的信息，对，不能给对方看，不能给对方看。非常，你这就跟没看没什么区别，是个人，对，就相当于是这么一个词。就选点难的呗，让你们也不是说出来吧，我帮你分析分析，就你们这几个人，你看，就是长得帅是吧？长得帅、啊，长得帅的。接下来我们将请出参与本轮游戏的朋友们，让我们欢迎兰州水运集团有限公司，同时也是兰州市民兵应急营水上搜救排的朋友们。他们主要承担了黄河兰州段水域应急救援等重要任务。今天要玩的游戏也都是他们选出的最想体验的跑男经典游戏。10个人是吧？都是帅的。那个李晨他们组给的提示是找帅的，李晨没选的，你们就记恨他就对了。请各位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吧。大家好，我叫江志晓，来自兰州水运集团，在水上搜救排担任驾驶员。大家好，我叫朱熙，来自兰州水运集团，在水上搜救排担任忘了担任是不是搜救排的？还是今儿早上刚来的？今天穿上的临时演员吗？第二个，你想想，你到底担任是什么？你现在还有时间想想？我这一趴是那个判别真假，是吧？有混的，混在里边的。几个假的？有假的。一个呀，出来！就一个假的。大家好，我叫朱熙，
来自兰州水运集团，在水上搜救排，他担任。等会儿，你肯定是那个假的，你真的，你说你是不是？今天早上穿的这身衣服。我们找到了导演组，你们告不告诉人家到底担任什么呀？大家好，我叫朱熙，来自兰州水运集团，我在水上搜救排担任的是联络员。哇，联络员，好，搞秘密工作呢，所以就是有点要不能公开。哦，不是不是，因为很长时间没联络过了，有点忘了啊。大家好，我叫滕路源，来自兰州水运集团，在水上搜救排担任的是驾驶员。我们前天晚上的船是您开的？是我开的。哦，那个船飞快啊。还掉头呢。对。大家好，我叫庄新忠，来自兰州水运集团，在水上搜救排担任的潜水员。大家好，我叫李彦军，来自兰州水运集团，在水上搜救排担任无人机飞手。大家好，我叫蒋芬丽，来自兰州水运集团，在水上搜救排担任潜水员。潜水员。记住了吗？我们可以先挑，对吧？我们的线索是需要找反应够快的人。联络员显然就留给你们了吧？联络员反应才快啊！对，他得第一时间联络。他只是口齿不快。他联络好了之后，你的驾驶员才能过去，然后你的搜救员才下去，你知道吗？那联络员一定留给你，好吧？我们就选联络员，我们就选联络员，我们就要联络员。好的，那联络员先请出列。不，我们再考虑一下，我们再考虑一下。要，我们再考虑一下。要，就要联络员，就要联络员，请就位。好，来，我跟你说，这所有人里面就他一个联络员，他绝对有他的特殊技能。那我们就选无人机操作员和第一位这个潜水员，好吧？你们再选一位，我们再选一位。我们选那个刚才提醒联络员的那个哥哥。行，听你的。好像是这位。可以。刚才联络我在。我在水上搜救排担任的是联络员。刚才联络我在担任的工作。恭喜你把两个假的都找到了。就他俩昨天被提了，这是联络员背后的联络员。对，后面那个联络员。联络员。这是联络员的提词员。接下来我们就要正式开始游戏了，这个游戏的名字叫你要几碗牛肉面，请领取任务卡。游戏改编自第三季西安美食特辑，你要几碗胡辣汤。两队分别派出两位成员坐上飞椅，剩余八人交叉站成一排，按照爆出的牛肉面碗数依次下蹲，一旦有人出错，对应的队友即刻被弹出，累计飞出次数少的队获胜。啊，他说他要三碗牛肉面，让我们三个人都蹲。咱不蹲，咱是坐椅子上那个。所以露露是一直很期待飞椅是吗？对，他每次来都想说我要赶上这个飞椅。我说那你来啊。他行，我要赶上我就替你。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人也是这么说的啊，还另外一个人也这么说。那不对应的人错了，我们就不飞是吗？对对对，只有你对应的人错了，你才要飞。啊，那你把晨儿哥换给我吧，看着不太靠谱的样子。有人告诉你我是游戏黑洞吗？你是他，不是我，没事。我看出来了，不用告诉我。白露今天早上6点钟就起来化妆了，今天就给你卸个妆。紧张吗？不按顺序，我感觉坐这比弹出去紧张，是不是？紧张好，我们准备好了，来，你要几碗牛肉面？比赛正式开始。好。三碗牛肉面，两碗牛肉面，两碗牛肉面，两碗牛肉面，三碗牛肉面，三碗牛肉面，八碗牛肉面，八碗牛肉面。慢了，谁慢了？你没慢，你慢了，你慢了，你慢了，我蹲了一慢，确实是慢，确实是慢了，对不对？导演，去慢没慢？慢了，慢了。弟弟准备，弟弟准备。啊，怎么样？
是想玩啊？你不是说很好玩吗？试一下啊。我看别人挺好玩的。爽不爽？嗯。你别玩上瘾哦。那我们第二轮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来，开始。七碗牛肉面，一碗牛肉面，一碗牛肉面，三碗牛肉面。哎，这慢了吧？三碗牛肉面。这慢没慢？这绝对慢了。没有啊。这慢了吧？看见了吧？这慢了吧？看见了吧？你慢了，你慢了，你慢了，确实是慢，这必须飞，真不飞。这慢了吧？哎，发之前告我一声啊！我头回见沙哥没狡辩，我真的胡子都得走，胡子都立起来了。不是这样事，有没有点脚吧？我给你准备一个救生圈，你下次带着救生圈往下跑。你没事啊，小心点。没事，我们有救生员。好玩吗？想感受一下吗？要不你们把衣服脱了来一下，来一下。不，我们主要下水想找点啥。你把我刚才的帽子找上，找上。你引导走啊。好了，我们可能难度会增加一点啊，请各位集中精力。来，六碗胡辣汤，六碗胡辣汤。什么六？怎么叫六碗？六碗胡辣汤下去，赶胡辣汤了，下去。你们六，怎么赶胡辣汤了？六碗胡辣汤下去，下去，下去，起来坐着去，坐着。六碗胡辣汤，你这是？手机啥拿出来？手机了，能不能？六碗胡辣汤，再次胡辣汤了。我刚刚多认真的在蹲，你知道吗？sorry， 来准备，七碗牛肉面，一碗牛肉面，七碗牛肉面。三碗牛肉面，哎，三碗牛肉面，哎，正常慢了，联络员要下去喽。联络员，我对不住你。联络员会不会游泳啊？关键是。搜救员是联络员，怕进去以后联络不上了。最气人的是，人家搜救员在旁边乐，真的是太过分了！你们这个为了弥补我刚才对联络员的行径，来，我来。好，来，你好好蹲啊！这个难一点，田总，你刚刚是不是故意想象让我下去？一碗牛肉面，一碗牛肉面，七碗牛肉面。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来，请准备五碗牛肉面。哎，等会儿，五碗牛肉面，你是第六碗。五碗牛肉面，你是第六碗。大哥，请准备。基本上我们黄队包干了。这一看就会游泳的潜水员，潜水员，开玩笑呢，水中蛟龙，还行吗？真好玩，他说真好玩，还想玩吗？还想下吗？是不是没事儿？玩一次是吧？快上去吧，快上去吧，还想来一局？来吧，我得让白鹿下去一回。什么意思？白鹿，你是不是有点想下去的意思？没有，没有。明白了，这个信号我收到了。不要，咱们开始吧。但别故意说啊，哎，真实一点，真实一点。哎，好，来来来，演的真实的啊，演的。
请准备。六碗牛肉面，几碗？六碗牛肉面，几碗？几碗？几碗？你试一个，你试一个，你再玩两把。行，你试一个。我刚没听清，真的是，我刚没听清，真的是，我没听清。我要听清，你绝对不能再下。你相信，你再相信我一次。怎么样？内斗了，内卷了，精彩不？精彩吗？来，好，各位请就位，快，请入座。他这把不可能输。白鹿能听清吗？能听清。耳朵需要掏一下水什么的吗？不用。来吧，快！哎呀！来吧，来吧，来吧！来，请准备。等。没事，白鹿老师能听清。我不像你，我不会。不会这么故意，好吧？来，请准备。七碗牛肉面，什么？什么？什么？我说你不会弹我的，对不对？别把手伸起来。我知道。你等会儿。等一下。你把手放心上。等一下，我手都麻了，现在。你给我等着，你们的。让秦洛飞一会儿。你们不理解什么叫等会儿吗？太突然了。我好开心啊！我建议老秦一直留在飞椅这个环节上，太适合他了。我觉得他每次在空中都会有不一样的体态。还好吗？灵魂回来了吗？等会儿。爽吗？爽。你快入座呀！请入座。啊？请入座。不对呀、啊！请入座。你一人一回吗？这。来，我们继续了。请准备。三碗牛肉面，五碗牛肉面，七碗牛肉面，八碗牛肉面，四碗牛肉面。谁？你们伙儿第一个。四碗牛肉面，四碗牛肉面。这不是我啊！等会儿，谁呀？他呀。你是我吗？你不是他吗？他是你。
那谁是李？后两个是谁？我们俩。错一回。来。西游记片头蹦出来的那个，真的当然当然就是从石头里蹦出来那个。我待会儿，爷爷，你还要坐上去呢。你来这儿待。今天这个入水小高潮就是他们的内斗，内对内卷，内卷。哎，注意力呀、啊！你来这儿干嘛？啊？不是注意力，注意点吧。接下来我们就要正式开始下半场游戏了。城市接龙，每一个人说出一个中国的城市名，后一个人说的时候要重复之前的城市，再加一个新的城市。北京。北京上海。北京上海乌鲁木齐。一旦有人说错或重复，对应队友即刻被弹出，累计飞出次数少的队伍获胜。反正白鹿肯定全是横店。准备好了，来，开始。北京。北京上海。北京上海乌鲁木齐。北京上海乌鲁木齐石家庄。北京上海乌鲁木齐石家庄兰州。北京上海乌鲁木齐石家庄兰州。河南是个省。河南是个省。来吧，飞吧。飞吧，飞吧，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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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开始。乌鲁木齐。乌鲁木齐厦门。乌鲁木齐厦门昆明。乌鲁木齐厦门昆明上海。乌鲁木齐厦门昆明上海横店。横店。横店一个城市吗？是啊，它是东阳。啊、oh, 对不起。肯定是个镇呐、啊。东阳市横店镇。你这是你说错的，你知道吗？知道，这我忍不了。去吧，钱总。报应啊！来吧。哇，180旋转。似乎是有一点点紧张啊！一二三，好的，非常完美起跳，加持，再看回放，有，难度只有5.2的动作，整体180。他下次进去就可以翻个面了，就这样，不用了。没必要啊！没事儿，没有必要。老秦再弹几次就可以进跳水队了，已经快练会了。下个目标要练360，多让他练几次。你还知道哪些城市？挺多的，其实。李，挺多的。你算算哈。来，从这边开始。兰州。兰州上海。兰州上海石家庄。兰州上海石家庄昆明。兰州上海石家庄昆明大理。兰州上海石家庄昆明大理北京。兰州上海石家庄昆明大理北京。北京。
卡卡了卡了。老秦呢？这绝对老秦的。哎呀！我不想玩了。脑子里城市很多。金华刚说地儿。就是想不起来呀。那脑子里当时是不是又是横店出现了？横店好像不是，是清华还是东阳？到底是什么呢？还是横店？他要再说横店，我更来气，真的。360度，太厉害了。综合两个游戏，恭喜黄队获胜。黄队获胜，大家知道。我们队输的心服口服啊。感谢参与我们游戏的水上搜救牌的朋友们。现场观看这个非遗的感受，可以跟大家简单聊一下吗？过瘾过瘾。他说是现场氛围比较好。对，氛围比较好。对对。电视上看感觉没有今天这么刺激。对对对。电视上没有看到这个内卷的全过程。对对 对, 对。接下来呢，我们要乘车转场到下一个地点，下一个游戏和文化相关。然后我们请到的呢是来自出版行业的朋友们，他们已经在转场的车上等大家了。导演，你抓点紧，我这吸着呢，都一直没喘气儿。留在这儿，是这个文管的保留地。记得提点。一二三，搜一个，搜一个。这就搜着呢。真的？不信？不信？我也不信。老痒痒，我搜一个，搜一个。你们也会同样获得这个提示词，请沙哥领取任务卡。快走上去，快！提示词阅读量好像就这点儿。咱们的提示词。哎，谢谢啊，谢谢，谢谢。扛着，好不容易赢了。主要是大脑缺氧，然后吸着缺氧，吸着大脑缺氧，忘了这是给咱的。你们有没有人管管他们？毫无章法，在我的庭院里面这么……快点放垫子吧！现在请防守队将红色、黑色、灰色。白色的安慕希垫子自由放置在房间，随便摆是吗？嗯，很简单。这不是就是运气吗？这个，那就四个颜色一方块不就完了吗？对啊，就很简单，穿插开，每一个四方里是四个颜色，明白吗？啊，对，哎，都这么摆，你不一定在哪个地方，只是选一个位置而已。来了，请攻击队报你们的颜色。先安慕希，请两位站在任意一块白色安慕希垫子上。你们自己选择。灰色。两位的右手分别去往两块灰色的垫子。黑色。两位的左脚去黑色。左脚，晨晨。这个左脚。你是膝盖。别说话。他说了他也不知道。红色。两位的左手去红色。请黄队开始进攻。那我来了。我打到别人了。第一颗球未砸中。
哇哟！打中。他们应该已经知道位置了。未中。啊啊！要打到身体上才算。凭感觉，凭感觉。未中。啊啊！哦，再远一点，再远一点。一啾啾啊！遗憾，未中。这都没中。差一点点。其实非常近。对，一直在那附近。一直在打晨晨，就差一点点。说实话呀。这是恐怖片，太吓人了。好，现在攻防转换。好，现在请皇帝的两位来摆放你们的垫子。黑的白，其实他们这样摆是最好的，我们要不要换了呢？其实我也觉得不要换了，有什么好换的？这就是概率，对，换了也没有用，没有用。好，黄队调整完毕，蓝队开始报颜色。哎，你们不摆吗？你们不摆啊？我白鹿作弊。啊，这是战术啊，对不起。对不起好，摆吧。那现在请蓝队报颜色，先是来一个红色，红的吧，红的。我觉得肯定不会把红色拼在一起，还是红色。请两位的一只脚站在红色上，不同的红色。中了，中了。不是，你的起点已经定完了，不能变了。对对对。你把脚上沙。好，继续。黑色，请你们的一只手放在黑色上。黑色，另一只手放在两块不同的黑色垫子上。啊，我腿抽了，我天啊！是有两条八爪鱼在你们面前。好，请蓝队进行攻击。你来吧，丁远来。中了，这个中了吧？两腿之间没中。差不多，差不多。我觉得可以稍微再近一点。打中。再来一点，有感觉。打中，打中。第一局蓝队积四分，黄队积一分。接下来请两队派出第二组出战的队员。怎么摆？咱们俩就随缘摆，随缘摆，闭着眼睛。行，你们先铺是不是？好，不能看的啊，这个不看不看。我们摆的这个很有战术。厨神，你是当我瞎吗？来，厨神。好，来吧。好，现在请黄队报颜色。我们让他先站在红色。
红色。是不是这样方便点？来个翻译，尊敬的，右脚黑色。行，可以。凯哥，右脚。左手放在红色板上。你看。哎，完了。关门。右手去白色。两位的右手去往两块不同的白色 MC 垫子上。应该是铺开了。我只能说呀，这一把随缘吧，得喝不少啊。太好砸了。请黄队开始进攻。哇，未砸中。哇，未砸中。哇，姚姚队这边都发出了哇，就砸刚那个地方就好了。打中，好了。打中。为什么受伤的总是他？右边也可以攻击一下，别老往这边。你还要收位置？没事吧？打中。泽远以后不过了呀，泽远。泽远，没事没事，我对不起你。黄队得四分，对不起。我没事。接下来，请两队互换位置。为自己的随性买单了。随性我买单，凯哥。一会儿。谁砸了你？你得好好的，这得缓缓啊。对，那把白的是不是？大哥，那个泽远是抢了你哪部戏呀、啊？这么恨？炊事班的故事。不是吧？那有游泳圈，我们要进海。真假的？玩的就是素颜，你行吗？当然了。小花儿，萨瓦迪卡，我真花啊，真花，好漂亮啊！接下来的任务就要在芭提雅浪漫的海边进行，请来领取任务卡。哇，好快！不愧是跑男，奔跑在阳光沙滩下的泳圈泳帽。所有人钻进游泳圈里，其中一组将灌满水的泳帽套到任意一组同学的头上，并按顺时针逃跑。跑完两圈后，占领被攻击组别的位置，即可得分。获胜的人得一分，如果他们被抓住，他们就扣两分。这里面是海水吗？自己猜。你变得又很，你又变幽默了，姚一婷。哎，哎，哎！我们先从 baby 跟程程组开始。我们先去套人家。我们上来就让我们当这个坏人。好，为两位上泳帽。哇，好沉，好沉。丢啊丢啊丢泳帽，轻轻地丢在小朋友的头上。那
家不要告诉他啊，这太恐怖了。为两位上泳帽。哇，好沉好沉。丢啊丢啊丢泳帽，轻轻地丢在小朋友的头上，大家不要告诉他啊，这太恐怖了。成了成了，改革五十，微信背五十啊，就一百，感受一下，感受一下，一百，哎，不行，不要，他们不要。哥哥，说实话，你最不想弄的就是你们组，因为你跑太快，跑太快了，别弄我们了。那你感受一下，来一下吧，水神，滴水了。哎，反正早晚都得湿。谢吧。本是同根生，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感受一下啊，感受一下。准备扔了是不是？准备扔了是不是？等一下，没包住，没包住。走，咱俩坐回。不是，这个好难包啊。说完这可以试一下吧。行，那就当示范了。不能够这样啊，我都这样你不给我一分。总会湿的。明白了，总会湿的。正式开始吧。来，请上泳帽。这也不能再弄我们俩次了吧。肯定不会再弄你了。是不是啊？来吧。有什么区别？还是在这儿，同一个位置，非得让我们俩，非得再让我们俩，哎，这可说不过去啊！我跟你说，这有什么区别？区别吗？恭喜地球和沙坡抓住两位，请你们得一分，范丞丞 baby 扣两分。不是，我们为什么套不上头啊？为什么？哦，破人是吧？来，给弟弟和沙哥上泳帽。有谁啊？还弄他俩，就弄他俩哈，范丞丞，你要从背后来，你不能从正面来。范丞丞，我报仇的时候终于站住了。高一点，手拿开，抓他们。三二一。所以 baby 成就得一分，弟弟和沙哥扣两分。成成，我要你俩就跟他俩死磕了，真的。你换一组货货吧。一组货。不换。多盛点水，那么少的水盛起谁呢？救命啊！走啊！没办法被抓住！我们这是算什么？套也套不上，跑也跑不了。又菜，还得平等的招人每一组，这就又菜又爱玩，太累了。来，给凯哥白鹿上泳帽。丢啊丢，丢手绢儿。丢啊丢泳帽，轻轻地丢在小朋友的头上，大家不要告诉他。啊，
要上我俩这儿来了。来吧，谁啊？给我们点得分的机会。一、二、三。跑得也太快了吧你们！厉害啊，沙哥！不是飞过来的吗？站住，站住！好，好了，好了。哎呀！又来了！我！我！抓住了呀，刚才抓住了吧，好美啊，甩不掉。沙哥你太认真了。真的，范丞丞跟你一组真的镜头多，把把游戏都能赢。我从开始我就跟 baby 姐说对不起，姐不是这局可能得辛苦点了，跟他一组挺辛苦啊。我很久没有这么狼狈过。范丞丞，回到第一季的感觉。范丞丞不容易啊，姐，好容易追到啊。真是，就是这样的，就是丢完之后，就是被丢的组得绕了一圈出去。是我们试的时候是从左边出，你们抓的人才能抓住。如果这样绕一圈，你们永远抓不住。现在都抓得住。那我们听凯哥的，换一边吧。好，要从这边出。哎，这俩还没出来过呢。来，挑战一下你晨哥他们。你俩能不能由你们来放泳吗？你想选谁？不能选他，光太小了。哦，这么好。好了，再放完他就行。太远了吧？哎呀妈呀！白鹿，啊，怎么回事？白鹿跟出了易某田。哎，唯一成功过的一组，厉害。啊，他跑好快呀！果然没人敢碰陈哥他们组是有道理的。确实狠。你是被拖累的还是逃累的？负重。接下来轮到沙哥跟弟弟扔泳帽。你话多，我让你话多。OK，来吧，做好准备。我准备好了，你弄我弄死你们，等凭什么给他那么大的？我来就打。哎，对，那最大的就留给范丞丞。我们得往哪跑？反手杀了。我们得往哪跑？往那边，往那边，然后往这边追。也弄他，咱俩换一下。这根本就没有人想知道得分，只是在这儿报仇，只想报仇。哎呀，完了！哇！追上别人，你还不如不抽。你碰他头发，他可能会要了你的命。恭喜沙哥跟王鹤棣得分，快点，快点，拉速度，头不能动啊！不行了，跑步。加油，哥！
没什么可录的了啊，平均水准。你们说等一会儿，我说等一会儿，球掉了。那不行，再来一颗球，再来一颗球，再来一颗球吧。所以你们抓住了 ，OK， 该你们了，坐坐，到你们了。发现今天不好惹呀、啊，今天很皮、啊，好累啊，这个游戏。反正分儿我不管，素材又多了。但我跟你讲，这一期贝贝姐干了没？贝贝姐这一期的镜头绝对不止四分半，都是你结下的仇。对，但是我跟贝贝姐的粉丝要道歉，贝贝姐。要让大家看到了 baby 姐这么鲜活的一面，不客气。哎，报一下得分行吗？行，目前的得分是最高，这最高不是这样，我们你们抓我们，对，咱是盟友，让我们抓到，对，不是，得你们得分。对呀、啊，你们是盟友，你们他让他跑了，他不就得两分吗？你就不要追到他就好了。对，就不要追到他就好了。这操得好哎！哇！只有我们这一组对待游戏是最认真的，他们还在扣分，而我们只有全心全意的投入节目，才能感受到节目的快乐。我们是要被抓住是吧？对对，这你们商了半天，到现在还问呢，旁边的都知道了。一二三。不是凯哥特别随，凯哥是就得用力丢下去，对，就得就咣一下。我又看到你那个西瓜头的样子，不容易，辛苦。往外地去飘一会儿吗？来，新野班。他俩干啥去了？他俩去漂流去了。哇，好自由啊！小心一点啊，大家小心。妈呀，这俩熊眼包！北京见，北京见。这下去吧。没有人能管得住我们，没有人。怎么回事？就是一个疯的遇到一个更疯的。白鹿，你像是玩摇滚的那个，哎、真的，而且是死亡金属。哎，对对对。Sorry, we don't know what to say. We don't play, we don't play. 我们现在就来揭晓排名最后一组两位身上的数字是几？得分最低的是 baby 和程程组，请你们两位互相撕掉对方的名牌。我们现在就来揭晓排名最后一组身上的数字是几？得分最低的是 baby 和程程组，请你们两位互相撕掉对方的名牌。二五五哦，二五七分他们。接下来请排名第一的沙哥和王鹤棣组可以来询问某一个数字对应的成员是谁。现在最高分是多少？目前场上最大得分是八，就是说场上最高还有个八，那就应该是还有个人有六分，一个老同学里面六分。老同学你也有六，那这个问题就白问了。接下来请沙哥和王鹤棣两位选择拆散自己的搭档，还是调整其他队伍当中的一组。回原阵容呗，原阵容你们也最高分，我们最低分。我觉得现在咱不混原阵容，
因为咱们是谈好条件，咱最后一轮换啊。因为现在换人，我觉得会不会容易被人再给换走了？也是，换我们俩就完了，想都不用想。你现在换我们，你就是最大。目前场上最大得分是八。咱俩就是最小。最小值是四。所以也就是说，范丞丞和他们这组换，三也是全场最小，但十是全场最大。就如果不跟他们互换节目，那他俩一换，他们就是最小和最大的，一个十，一个三。那就这么换吧，我跟 baby， 我俩十，行吗？换了，我跟 baby。但无论如何，你们当中有一组已经躺赢了，因为下一轮只能换一组。对，我们俩有一组是必赢的，你分觉得很对。没有啊，下一组再把他们换过来。经过这一次调换之后，目前场上最高分是十分，最低分是三分。嘿！哇！哇！哇，这是镜像的。这几个深蹲一会儿肯定没劲儿。利用转身，世纪最严重的手滑，好手滑啊！哦，应该换了对吧？石头剪刀布来决定谁来进攻。其实我觉得进攻有优势，进攻有太大的优势。对，你怎么你都会慢半拍，怎么都是他第一时间是第一时间进攻。来了不？来了不？我抓，快刀防守。那你先进攻吧。好，那我先进攻。这么看不起我们老人。来吧，晨哥。精彩，这也是一场强强对决，力量与力量之间的对决。吃到没碰硬，吃到没碰硬。你觉得我跟他是力量和力量的对决吗？哎，我发现你体重不一样，体重轻的人很吃亏。是吗？晨哥动一下，我都得那啥。吃亏吗？这都已经下来了。我都下去了，那肯定下去了。往前站一个，两只牛蛙，来。
陈芳胜出，非常可以啊！哇，陈芳胜！哇！你在这证明了吧，我哥真没有那个假发片，都是真发。他是没有眉毛，眉毛还在吗？你看一下。还有吗？没了没了，确实没了。先闻的，现在闻的。两位，第二局请准备。等等。啊！你找我？等一下，副歌啊。还有俩伴舞的。啥呀？好帅，你说很帅啊，帅老妈。哎，你这个造型有点梦回你道明寺的感觉了啊。明寺啊，道明寺这个来了，明寺出差好久了吧，出了四年，今天终于回来了。两位目前一比一打平，接下来就是你们两人的决胜局。可以，精彩！安慕希新升级的美味，更顺滑，然后还有这个零蔗糖，很好喝的。女生上一桌。Mini Go， Mini Go， Let's Go， Mini Go。你要哪边？这边。OK。两位，请准备。自己把自己给晃倒了，好难啊！可以别放弃。
玩那事了。又没中奖。接下来出战的是李琦和白鹿，白鹿加油。哇塞，我半百年没下过游泳池了。哎，这水好咸啊。咸是淡，水是咸的。对，有水有盐味。两位请准备。啥歌呀？我的歌。白鹿，从心里就飞起。日渐心痒心痒，看我一面童话，十分天色微沉。你别太投入了啊！舞蹈舞蹈舞蹈，这首歌的舞蹈，这首歌的舞蹈，没有舞蹈。静止了。小泽在思考，你是不是想听自己歌？在打歌吗？他在听歌。歌要放完了。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白鹿，你目的达成了。你有没有看见一只小鹿？深深地刻在了每一个观众的心里。两位，第二局，请准备。哎呦我的妈呀！快点把自己给线整出去。现在就是全都湿透了，已经。程程，程程，这舞蹈这一块也得水平也得上来啊啊！楼上很多观众朋友们的，我跟你说。眼睛有被扎到。我不会选你的
你的舞蹈不过关，在我这儿。我们主打的是个效果。难怪你酒招多呢，难怪你酒招多呢。再给我一次机会，行吗，大哥？承认说再给他一个机会，但他的舞蹈在我这儿不过关。怎么了？我这舞蹈，我这次肯定。我选雨琦。雨琦，你好意思吗？你把你演唱会的舞蹈拿出来。我被淘汰了。我的演唱会非常 sexy， 这次。OK， 你先来吧，歌手。行。那如果我赢了怎么办？对，雨琦若赢了也就赢了。啊，不应该这样。对呀、啊哦。没事，挺好的，你智商很高。雨琦，不要让着他啊！赢，赢，可以。你不赢，观众又得说你，说你划水。阴阳怪气。咱永远不能做一划水的人。拿出你跟我撕名牌的劲儿来，拿出那种感觉好吗？行，准备。怎么一个他就没了？快打！啊，我上那边了是吧？你别去了，你累，你保存点体力，你在这歇会儿吧。还是与骑士进攻方，沙哥防守。好，准备。再跳一次，这次又是这个动作，你要怎么接住他？接住了，接住了。恭喜雨琦胜出。哇，打气球还打人，必须打一个，打多了的就过不去了。哎呦扎都圆了，太惨了！嘉宾的表情已经啊，怎么会这样？好可怕啊！这好吓人。好了，就是来狠气球，直接往，哎，这都不错。不行哎，这真的扎得破吗？这真的扎得破吗？啊，就往旁边。哇塞！
哎，你是受惩罚的，你拿着这个在这干啥呢？啊，他是受惩罚的，他是受惩罚的，他是受惩罚的，他玩的挺高兴的，在这儿。来上，现在就你上，你先去，你先去，沙溢接受惩罚，快去接受惩罚，到你该去的地方。那我去吧，那我去吧。快快快快快快！眼镜上，哎，他怎么那么难破？得正面来，就是这样。是我干的，怎么了？我去！惩罚了！哎呦我天哪，这里头全是水啊！我觉得我们可以不用这么快结束这个游戏。这怎么我一进去人手一把水枪了？我们好厉害呀、啊！打台球啊？是打地鼠游戏吗？我不出，我知道你在家。杨梅子，是球没了，把球拿出来。怎么会进洞了？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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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眨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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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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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吧，快结束吧！来吧，来了啊，来了啊！那水为什么是咸的？假的！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这好快！哦，他好快！你看人家的水平。这就是技术。这是烟花吗？我这痛，我这痛，我这白了，这白了。李晨，你看到，你看到他们了吗？最后你看看，我都没动，我必须要出手啊！我这是白的，我这是白的。哎呀，这么小！我脚出不来了，你那个脚怎么了？这是花盆底的最原始版，拿不过来了。今天是我们第10季的最后一次录制，同时阿姆斯也全程为大家提供了哈密瓜、芒果燕麦、丹东草莓、清泉菠萝口味的酸奶供大家畅饮。因为今天是我们这一季的最后一期嘛，所以凯哥一大早也以一个任务的方式和大家一起参与了录制。今天的行程不但非常轻松，而且奖品还十分丰厚。来，有请我们的黄金们登场。黄金们，哇哇哇！我的天哪！是一个黄金天团吗？哇，这是每一期的吗？是一整套吗？怎么那么多？大家看到的这些 MC 黄金奖品是我们这一季前11期节目当中留下来的。今天吐鲁番之旅就是 MC 黄金大派送的一期，每轮游戏获胜的成员可以直接获得小黄金，这些小黄金会全部发放给你们。大家会异常的努力，也就是说今天获胜的越多，拿到的奖品就越多。那我们是不是已经获胜了一局了？刚才只是为了让大家清醒。行了行了，那我们觉得第一轮就应该给我们。我们为什么刚才没有人脱姚 PD 啊？我也是这么想的。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们一会儿淋一下摇气垫。那下面我们就要一起前往有着吐鲁番最美小巷之称的青蛙巷，深入体验新疆特色风情，领取你们第一轮的安慕希小黄金。班长，安慕希，还玩一玩？对呀、啊。我先走了，我衣服透，真的。打板吧。别，打板了，来吧。我就知道。今天不会让你们好过的。说这种话，今天什么？我眼睛都睁了。你好好对我们哟。怎么可能？今天等着瞧。走啊走。太嘴硬了。等着接受我的惩罚了，今天。好了好了。完了，怎么越挫越勇的这个人？